还来了吗，老铁？咱在老家开那个小店，资金周转不过来了，快撑不下去了。嗨，就这点事儿？什么就这点事儿啊？我准备先把咱家车卖了，先顶过这一波。哎，别别，那车可不跟你说，用钱着急不要紧。把手机给我。哇，我怎么有这么多钱啊？这个呀，是你在有钱花上的额度，最高有20万呢，200块钱，而且最快1分钟就能到账了。太好了，这么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吧。点击视频下方链接，注册下载有钱花，申请你的额度。